谢谢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。曾经风沙滚滚的金门，是您提倡造林、兴修水利，才有今日的绿意盎然。您设立的酒厂，如今已是金门经济的主要来源。当时在铺设中央公路的时候，有人质疑您公路做得太大，会浪费土地吧？您说，20年后金门民车多，这条路可能还不够大呢。